欢迎收看股市蜘蛛人，我是蜘蛛人阿豪。在节目一开始啊，赶快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报告一个重要的消息哈。由于二月份的一个节目时段调整，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时段到1月31号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哈。赶快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那不过呢，在这一个衔接的一个时间呢，有四个地方，各位好朋友，有四个地方阿豪每天都会跟好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哈。那四个地方来，咱这位来看哈。第一个就是雅虎的网站，雅虎的网站有一个叫做大师来解盘的，各位你每天都可以在这地方看到阿豪老师的一个报告分析哈。再来就是聚亨网的一个部分，聚亨网在股市影音情报站这地方一样的，阿豪每天会在这地方固定的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报告来做一个分析哈。那当然我们公司的网站，也就是固德投顾公司的网站，阿豪固定在每天的一个时段会在这地方固定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以上这三个地方啦，都是借由这个电脑网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好朋友可以多加的一个利用哦。那当然啦，如果说你平常对电脑使用比较不熟悉的，你如果自己有一个手机的，有智慧型手机的，那更方便。什么地方来？各位智慧型手机的 APP， 你去搜寻叫做固德一投顾的，你把这个固德一投顾的 APP， 你把它安装在你手机上面之后，你会看到下面这个画面，哪一个画面呢？让各位来看哦。来，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地方哦。你把它安装完之后，你可以看得到啊，这边有非常多专业的从业人员。那里面呢、啊、有一个股市蜘蛛人，也就是阿豪。你把阿豪的大头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来，这地方我们看全图哦。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天跟我们每一个好朋友所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是智慧型手机的部分，当然不会停，好，每天都会准时的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报告啊。以上这四个管道，请我们好朋友多多的去做一个利用哦。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回归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一组主题哦。今天是礼拜三，果然是高结算。流畅多，太漂亮了，又是一支全垒打。到封关前要拼十万，结果一二三已经9万块了齁。各位，我相信很多台面的一个从业人员呢、啊，大家有的真的很夸张齁，赚了几千点、几百点，其实都没有关系齁。各位，到底是大笨驴还是千里马？其实很简单，牵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嘛。来，阿豪老师是大笨驴还是千里马？一样啊，要讲证据啊，直接拿证据出来，各位一看不就知道了吗？来，各位好朋友，我们一起来看哦。礼拜一盘后的节目啊，是不是跟各位报告上周全垒打？这个上周全垒打已经过去了啊，过去全垒打大家都看得到了，我们今天就不再啰嗦，我们直接就讲。来，今天礼拜三对不对？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们讲这三天，一二三，以九万。到底是怎么样拼出来的？那各位来看啊、哦，各位，我们就从礼拜一开始看。礼拜一早上8:20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跟我们会员朋友报告了这一波反弹区间在多少？9250附近。所以9250附近这地方要是空方的一个转折，那怎么做？来，8:32，9000盘前挂价布一个短空单，结果开盘开多少？921。这没问题吧？921已经空下去了，空下去之后呢，不要放过它，9200再空一笔，什么时候的事情？礼拜一，所以是不是到这个时间点已经两笔空单了？好，那礼拜一这两笔空单接下来怎么去做一个发展？我们直接看哦。来，礼拜一9250，我们预估的高点就碰出那一瞬间，接着就回下来了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在921开盘之前已经先空一笔了？接着呢？压回之后到9200，我们继续加空。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们来看，从9211直接跌了56点，来到了9155；从9200加空的也跌了45点，直接杀到了9155。但是你会问我，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写一个915？当天的一个最低点不是915啊？各位好朋友，记得吗？啊，老师教各位的抓转折，你在9211、9200这地方空的很漂亮。一个下跌45点，一个下跌56点，但是为什么要到915这个地方把它止住呢？因为915你别塞个坑啊！915接下来要做什么？来，啊，我是不是每天都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盘后做了非常详细的报告？
礼拜一这一天921嘎康9200嘎康没有问题，结果跌下来嘛，一个跌了45点，一个跌了46点，跌到915嘛。但是各位到了915之后要做什么事情？915之后你手上的空单一定要回补，因为在915这个地方你要反而要进场去买多了。结果礼拜一是不是从915买多啊？礼拜二呢再买多，甚至礼拜二台指02再加码多。各位阿豪怎么做的？阿豪在电视上讲的，会员朋友不用担心，你们都是同步的。礼拜一12点43分，来我们做一个放大哈，12点43分，我们把它做一个放大。12点43分，当时的价位来到什么地方？当时的价位是不是来到了9155？在礼拜一这一天，所以来到了915这地方，你不能够再空了。你手上有空单的，这时候你要把它做一个回补，因为我们要开始买多了。来，那915买多之后，这个是礼拜一，对不对？好，那915买多之后，礼拜二做什么事？礼拜二当然是9200再加多加码多啊。因为多方的转折已经出现了嘛，多方转折怎么出现？来，各位，你看这一张纸卡，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各位，礼拜一是不是921先空，接着跌到9200，我们再加空。那空完之后呢？无论如何，你到915，你不能够再追空了。你手上有空单的，在这地方你一定要回补，因为接下来又是一个多方转折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在915这地方开始买多？好，那礼拜二呢？继续买多啊，在9200这地方买多啊，各位。那这个是不是到了礼拜二？好，礼拜一、礼拜二，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报告了完毕了？好，接着呢，接着礼拜二不只是台指01的部分，台指02一样再进场去做一个布局。礼拜二，来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放大哈。来，礼拜二11点02分的时候，注意是2月份的合约，2月份的合约要做什么？要进多单。当时的价位是多少？9245。各位，从礼拜一到礼拜二。布局完毕之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来，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各位好朋友，这一张字卡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就公开的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做一个分享了。各位讲在前面，事后来验证有没有真的拉高结算。来，让这位来看哈。来，我们先看台指01的部分。台指01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从9155这个地方布局多单？接着呢，在9200这地方再去做一个加码，做一个布局多单，然后呢，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各位，明日是什么时候？不就是1月21号礼拜三？各位有没有真的拉高结算？我们直接看9200直接大涨116点，来到了9316点。各位有没有拉高结算？当然有。接着呢？915有没有拉高结算？915直接狂涨高达161点，涨到了9316点。各位，这个有没有真的讲在前面？事后我直接给你看证据。各位，这个还只是台指01哦，台指01到礼拜三已经是这样子了。那别忘了，我们在昨天我们还布局了什么？除了台指01之外，我们还布局了什么？台指02当然也要布局啊，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今天会拉高结算了，所以我们昨天是不是在9245这个地方已经布局了台指02了？各位，那台指02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好，老师在昨天盘后的节目就公开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的，讲在前面，今天1月21号礼拜三，台指02有没有拉高结算？从9245。上涨高达80点，直接来到了9325。所以各位好朋友，完整的从礼拜一、礼拜二的布局到礼拜三的收割，是不是完完全全讲在前面，在电视上公开的跟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去做一个验证？所以各位好朋友，四履四马牵出来溜一溜就知道了。嘴巴讲赚几千点，你赚10000点好了，你如果没有拿出证据，那根本就是个屁。所以各位在盘中一定要做对的事情，因为你盘中只有做对的事情，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得到钱。各位，礼拜二、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好，是不是昨天跟各位去做一个期许，到封关之前再帮自己拼一个10万？各位，有可能吗？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已经9万了，怎么样算的？各位，
我们来做一个一天一天一天的一个验证哈。来，各位，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一个布局，已经九万了。礼拜一56点、45点、101点，怎么来的？56点、45点，礼拜一早盘杀到915，是不是已经101点嘛？好，那礼拜二的布局，礼拜二布局什么？礼拜二开始布局多啊！礼拜二布局怎么布局多？来，台指01，是不是9155要多？9200再加多，结果一个涨了116点，一个涨了161点，这个是不是阿豪公开跟各位讲，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有没有拉高？涨了116点，一个涨了161点，各位，116点、161点，好。那别忘了还有一个台指02啊，台指02怎么涨？礼拜二9245买多，接着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到礼拜三已经上涨了80点，来到了9325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讲在前面，事后拿证据给你看。101、277、80叫做458。一点200块，123，91600块。各位好朋友，2月18号就是农历除夕了，2月13号就是封关的。我知道你要的是这个东西。封关前拼10万，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已经9万，给各位。眼睁睁的看到了，这个还只是一个单位。封关前拼10万，一个单位10万。如果是两个单位，如果你是大资金大笔数的，以此类推，快速提款机，你可以选择完全不理它，再看看。当然，你到封关 ，no shoot zero， 完全没有。你也可以选择拼10万，一个单位，两个单位，三个单位。以此类推，要不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决定权在于你，愿不愿意现在拿起电话。我们先休息，等一下再回来。老公，洗完凉泡茶哦。也好，越洗头越晕，喝茶提神一下。老公，你声音怪怪的哦。开热水洗澡，四肢无力，有点小吐，好像感冒了耶。老公，我也觉得头会想吐，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赶快离开，到室外。啊！救命啊！网站还有更多知识。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老师说，地震时要蹲下，找掩护，不要惊慌。妈妈说，疏散时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防灾需要行动，教育需要榜样。
台面上真的很夸张吼，几百从几百点大赚几百点到几千点，过一阵子你一定会看到有人开始跟你讲，我已经大赚好几万点了。所以各位好朋友，不管是大赚小赚，不要紧，讲在前面是哦，拿证据的那个才是真的。是大笨驴还是千里马？其实很简单，牵出来六六就知道了。怎么样牵出来六六？来，各位好朋友啊，我是不是从昨天给各位好朋友一个期许，要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到封关之前，我们再帮自己拼一个十万。一二三，已经九万了。讲在前面，我也要拿证据给你看。我们就举这三天的例子，来，这三天怎么去拼十万？礼拜一，我们预估高点9250，所以礼拜一要动作，怎么动作？来，一笔一笔都跟你交代的清清楚楚哈。礼拜一是不是盘前挂价9200先布短空，结果开盘开9211，毫无疑问9211你已经先有一笔空单了。来，高点不过9200再加空，各位，这个是礼拜一的布局，9211先空，对不对？好，那拉高到9250，它没办法有效站上，压回来9200再加空一笔。各位，从9211、9200这地方空的，直接下杀到9155，一个是下跌45点，另外一个是下跌56点。但是为什么要在915这地方把它止住呢？因为它是一个多方转折，这个是礼拜一。礼拜一9211空，9200个空，但是到9155这地方多空单一定要先走，因为接下来要开始买多了。到9155这地方开始翻多，礼拜二9200再多，包括说礼拜二台指02我们在一个加码多9245。各位，阿豪敢跟你讲在前面，敢跟你公开验证，事后直接拿证据给你看，礼拜一是不是两笔已经下来了？好，那礼拜一的后半段到915这个地方，我们开始买多，什么时候开始买？时间证据拢好你看个清清楚楚。礼拜一的12:43，我们开始试价买多，当时价位来到多少？9155，这个是礼拜一12:43啊。会员朋友，你拿到的动作，你都可以来做一个印证吼。好，那礼拜二呢？每一个会员朋友通通都有9200。买进多单，因为它已经达到一个多方转折了。所以各位好朋友，从礼拜一的9211盘前空，高点不过跌下来9200再加空，直接压到了9155，空单一定要走，因为从9155我们要开始买多，这个叫做抓转折。从915开始买多之后，礼拜二每一个会员朋友通通都有9200再多。各位，礼拜一礼拜二是多是空，是不是多给各位看得清清楚楚，布局每笔单都清清楚楚给你看。好，那这个是台指01的部分，礼拜二我们再去做一个动作，就是台指02我们再去做一个布局。为什么要再去做一个布局？因为我们预期礼拜三会拉高结算，所以各位礼拜二台指02我们怎么布局？来，我们做一个拉近的动作，来11:02买多，注意，还特别叮咛注意，这个是二月份的合约，二月份的合约市价当时来到了9245，各位来到9245，无论如何一定要买多，买对月份是二月份的合约，是不是都让你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好，那布局完毕之后，好，昨天在盘后的节目，但这类时段公开的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报告。我是不是跟你讲，我们在昨天盘中这样子跟我们的会员朋友做交代，多单参与明日的拉高结算，有没有？好，那是不是真的有拉高结算？讲在前面，事后我直接拿证据给你看。来，分成两个部分，台指01，我们是不是布局从礼拜一的9155？礼拜二的9200加码了两笔多单，接着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结算是礼拜三1月21号礼拜三。各位，你看着这张图，你告诉我有没有真的拉高结算？这个是不是讲在前面
每一笔单都清清楚楚的拿证据给你看，事后直接证据来做一个验证。9155多单拉高到多少？9316一共大涨161点，包括说9200点，我们每一个会员朋友都有的这一笔，上涨116点，来到了9316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台指01。从礼拜一的布局，礼拜二的公告，到礼拜三，我直接拿证据给你做验证，每笔单都清清楚楚，四驴四马牵出来666，不就知道了？各位，这个还只是台指01哦，别忘了昨天礼拜二我们公开的布局什么？昨天台指02我们已经进场去做一个布局了，因为我们预期礼拜三会拉高结算。来，礼拜二我们布局台指02新的合约布局在哪里？9245，是不是给各位看过对价对时清清楚楚？9245买进去之后，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我在盘后的节目也公开把这一则简讯拿出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讲在前面，接着直接拿证据给各位看。到了礼拜三，台指02直接从9245拉抬到了9325，足足上涨高达80点。各位，每笔单买进的时间，每笔单怎么去做一个处理，讲在前面，事后拿证据给你看，是不是清清楚楚？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在这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你不管是你的功夫安怎啦，不管是很厉害，千里马还是大笨马，拢总袂要紧。但是你真的要赚钱，你盘中只能做一件事情，做对的事情，你才真的有办法在这市场上去赚得到钱。阿豪老师给各位一个期许，到封关之前，我们给大家一个期许，我们要帮自己再拼个10万块。结果过去的让我们攻，光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三天，轻轻车这好大一块，已经多少了？礼拜一56、45，一共101。为什么是蓝色的？因为是空单。是不是9211杀到9155，一共下跌56点？9200再加空的杀到915，下跌45点。这个是什么时候？礼拜一。每笔单都清清楚楚给你看，每笔单都公开的讲在前面。好，那礼拜二为什么跳过？因为礼拜二布局，而且我公开跟你讲，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有无？好，那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听得很清楚。那有没有讲在前面？事后我直接拿证据给你看，9200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直接上涨116点，来到9316。9155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直接上涨高达161点，来到9316。各位，这个还只是台指01，116、161，是不是布局？讲在前面，事后拿证据，清清楚楚，116、161、227、277。各位别忘了还有一个什么台指02咧，9245买进的时间对价对时，让各位看得清清楚楚。布局完毕之后呢，多单参与明日拉高结算，讲在前面，事后我拿证据给你看，从9245整整上涨80点，来到了9325，这个叫台指02被走掉。所以各位好朋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458点，一点200块，91600块。所以各位好朋友，封关前帮自己再拼一个10万块。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已经9万块，布局讲在前面，事后给各位验证清清楚楚。各位，这还只是一个单位，所以各位你现在可以选择再看看。到封关什么都不做，到封关你当然也是 no 损，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封关前再自己帮自己拼个10万，一个单位就是10万，两个单位20万，三个单位30万，以此类推。想要的，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的，封关前再拼10万的，现在拿起电话，我们明天见。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别让病菌无意间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用肥皂勤洗手，守护最亲爱的家人。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妹妹啊，去洗碗咯。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我可以当科学家，我可以做工程师，我甚至可以开飞机，我可以，你也可以。 CEDO 促进性别平等，让世界更美好。哇哇哇！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大池摩天轮馆，冬日购物节挑战全年最底价，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很大很好逛。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参加冬日购物节，交通很方便哦。